在您要跑步之前，您可以在手表上设定您的紧急联络人。当需要协助时，只要与您的智慧型手机配对，您就可以立即使用手机内建设置的跑步感测功能。4Runner 245和245 Music 新增紧急联络人。打开 Garmin Connect 应用程式，设定您的紧急联络人，点击更多，点击安全与追踪，选择侦测事件与协助。输入您个人的资料，在您输入完资料后，点击新增紧急联络人，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，选择手机联络人或建立联络人。新增联络人，点击完成，最多可以新增三个联络人，选择最多三位您要新增成紧急联络人的人，同步装置和手机，然后进入安全。点击紧急联络人，检查联络人是否已经被新增。如果您现在急需协助，长按左上方的按键，直到您感觉到手表震动三次，您的紧急联络人会收到讯息和邮件通知。现在可以安心的开始您的活动了，谢谢收看。